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戴戴，欢迎收看由戴戴为大家带来的《戴戴生存记》第三季第32期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在抱抱的农场里面生存了下来，这一次我要出来挖矿，因为我戴戴可不是吃软饭的，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挖起矿石，去获取资源。这一次我们外出挖矿，也算是遇到了一个大矿坑，希望这个大矿坑里面有一些物资吧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这好像是一个峡谷地牢，废弃矿洞。哦，我看到了钻石。哇，这个矿坑收获也太大了吧，还有铁矿石，还有煤炭。哇塞，走走走，我们直接去挖钻石。我看见这边有一个水流，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跳下去，应该摔不死嘛。好，我们直接跳下去呀。哇，我还看到了钻石。我的天哪，我经历了什么？哎呀，这水流好像有点大，我好像过不去。哎，没关系，拿着我们的铁镐直接把这个钻石来给它撸掉就可以了。我走，我们还是爬上去吧。哎，呼，我爬上来了。我的天哪，那边我们看到了三块钻石，四五，哇，最少有五块。好的，先把这边的钻石给它撸了再说。块，三块，五，这下面好像还有四块。我的天哪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仙矿洞？怎么会有这么多？哇，发财了发财了，这一次最起码有十颗钻石啊。我们还是挖一点石头，然后我们垫过去吧。太棒了，我们直接来到了钻石的旁边。哎，先把这些钻石给它挖了吧，这挖了不会掉下去吧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从这边挖开吧，看看这个钻石到底有多少个。哇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一共有五块钻石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收获有九颗钻石了。哎呀呀，好的，我们下面呢先用这个石块给它垫上，谨防这个钻石掉下去就被这个岩浆吞噬了。好的，大功告成，拿起我的铁镐，这些钻石可都是我的了。哎呀呀，这一次出来收获可真不小啊。好的，九颗钻石收入囊中。哎呀呀，太棒了呀，下雨了，这天不会黑了吧。这边还有黄金，黄金也挖了。好嘞，我看上面是一个废弃的矿洞，我们可以爬上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啊。好的，我们终于是，哎呀，我去，这也太惨了吧，差点摔死。这上面怎么还有一个僵尸村民呀？哎呀，大意了大意了，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，差一点掉到岩浆里面。都怪这个僵尸村民把我给推了下来，不然我可就上去了。哎，这个僵尸村民去哪里了？怎么不见了？掉下去了？也不对呀，难道跑了？哼，算了。哎，这边好像有一个矿车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这一次可算是没白来呀。铁轨也拿过去，还有一个命名牌。哇，这一次可算是发大财了。这边有一个蘑菇，把它撸掉，回去给抱抱吧。反正抱抱的家里还是需要挺多东西的。哎呀，来个火把，没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赶紧寻找一下有用的物资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矿车了。这边下去吧。哎，果然有一个矿车。哎呀，这边有刷怪龙啊，
算了算了，我们拿走宝贝，赶紧走。赶紧撤离，我们到这边去看一看。哇塞，这么多的刷怪龙！算了算了，这一次来也没带什么武器。哎，早知道带一把武器了，抱抱的武器我也不敢拿呀。我没关系，这次我们有钻石了，我们回去做一把钻石剑。哼。